看一家店是吃娘惹餐的，是我第一次来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是用iPhone 13 Pro 来试用这一个店名模式。那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间店喽。有点辣。哇 ，surprise！ 后面是我的印象。可是我在小说里面看到有人介绍的，然后就看到哇，原来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人来吃，真的好吃。姜茶，哦，好辣，哦，真的很区分诶，这个。这个是蝴蝶豌豆花籽，它就是那个蓝蓝色的花，然后弄成的，还有 lemon， 它就变成 super color。饮料，然后呢，它是香茅，看到香茅在里面，然后还有 lemon， 很好喝，香香的香茅味蕾。这个是三色饭，然后这个有一些香料，然后这个是黄姜饭啊，蓝花饭 ，OK。盒饭什么都很有味道，很香。嗯，好吃的甜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豆干还有那个莲藕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蓝光茶，还有牛奶。